我老公是正，最弊后面仲有个皇太后。我不小心整张幅画咁啫嘛。就是俾你嗰一笔，搞到佢变成笑柄。呢位太太咧系乌头碱中毒。如果妈咪真系出咗咩事，边个负担我妈俾我 ？Amy 呢个女仔咧真系唔错噶，人品又好又纯情，我会劝佢拣 Amy 同佢老婆离婚噶啦。